随着伦敦奥运美国男篮拿下金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年底的 NBA 即将要开打啦。而每年都会固定推出的篮球游戏也公布了他们最新作品 NBA 2K13。而这次的制作还会特别注重在每个人物的细微表现上哦，保证它就像在看电视直播一样的逼真哦。前一阵子随着林书豪访台掀起了林来疯热潮，又让篮球游戏在台湾再度发烧。借着这股篮球热， Take Two 公司也公布了 NBA 2K 系列最新作，今年10月2日要跟大家见面。每年固定推出的 NBA 2K 系列是不少玩家心目中的梦幻作品，这一次 NBA 2K13 借着前几代作品超高的人气和销量，也应该不会让玩家们失望才对。就最新公布的游戏影片来看，这一次 NBA 2K13 特别强调球员身上的肌肉动态以及衣服的纹理与飘动效果，让游戏画面仿佛就像是看电视转播般的逼真哦。